庆祝一年一度的五一节，溪底乡大拿村举办社区百马掌联谊会。除了在地妇孺以外，也有真侪新住民朋友前来参加，融入台湾的传统生活。这处社区准备一桌的糯米、甲土豆、猪肉、菜脯，还有溪底三宝之一的香菇，预定把1500粒马掌分送给社区民众。溪底乡大拿村福顺宫头前的广场，今仔日非常的闹热。因为少年的去上班，社区出动潜水团来拔肉粽。去年是伫大拿那边，今年讲换来阮司马安家。哦，嘿，一个人拢爱拔几粒？无限，无限，嘿嘿。我就是需要安尼吼。嘿，无啦，这拔这，一人挂一罐安尼啦。啊，看到大家好安尼，七八十个人安尼，拢老伙仔来，啊，较少年的哦，拢爱做事。啊，拢出动这老人大军吼，啊，大家拢足拼死的，哦，啊，拢可能几千岁团呢。传统的肉粽有猪肉、土豆、菜脯，上界重要就是大拿川出产的香菇。今仔日准备拔1500粒，和每一户炸一罐转去。我足澎湃的，内底猪肉啦、菜脯啦、香菇啦，啊，这边是土豆啦。溪底乡大拿川的香菇上好。啊，摕出来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的香菇，就是咱即马上好的品种，摕出来来拔肉粽，互咱遮庄头，啊，互大家知影讲，大拿川有出产到遮尼好的香菇。啊，这是阮遮上好的肉粽吼、哦，是最传统的，啊，落去用，落去用筛，啊，筛好起来，阮咧用吹，啊，时间嘛爱到，才好再 Q。即摆除了社区妈妈阿妈以外，啊，佮有新住民朋友，因为菲律宾无五日节的风俗。阿伯小酒来体验。你去年有来吗？去年没有。去年没有。对。啊，第一次来这里体验的感觉怎么样？还蛮新鲜的。还蛮新鲜的。对。会绑吗？今天刚学会。Do you have this culture in Philippines? 没有。没有。他觉得新鲜吗？Do you like this? Yeah. It's funny. It's good.虽然社会进步，但是传统的砖头社区妇孺朋友大家真团结，除了烧酒出来斗脚手，也照出来联络感情，欢度五日节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